天灾之杖如何实现永动？永动条件必须满足某个随从能召唤四个，附身后还能继续召唤。除了双金瑞文的海盗无赖以外，金学徒也能做到这点。那么选四个好的机械是关键，最优质的机械就是战团，再加上一只甲手的附身，双附身战团加一个火车王和金学徒，完美的永动机就出现了。我们再开放思维，色拉现在已经回归，金色拉其实也能做到，但只能复活两个恶魔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有机械大王战猴给的附身磁力，战接两个自带附身的磁力就能实现永动。注意，天灾之杖只出现在亡灵局。Thank you.
了。